对面直升机上个节了，那个考播。这个小伙伴给我刷鱼丸刷的好开心，我好开心，谢谢小伙伴，非常感谢，么么哒你们，今天鱼丸刷的好，么么哒你们。我没当了，他不知道。我没当，他也不敢跟我砍，直接给他一波了。妇女还健身，就妇女这东西，哎呀，我去，给我大招，我操你！他妈复活了，去把大龙给输了。我们去把大龙输了。哎呀我操，今天小伙伴太给力了，我要感动哭了，我感动哭了，你们的鱼丸我好开心，我好带劲。好，哎，蓝宝宝刚好跳出来，爽，这鱼丸刷的我好开心啊。这谁呀，这哪个小伙伴给我刷好多好多好多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。剑圣要去下路偷吗？这个瞎子，这个瞎子是个草包。该大招把我弄飞了，我就是这么屌，赢了，尝乐尝乐。力太大会把自己给搞垮的。MVP 是那个中单，不是我。提笑死，没见过那么草包的中单。你的吻还在我左右，直捅伤口。原来还可以这样的。谢谢幺五二的鱼丸，谢谢。刚刚有一个小伙伴也是。对面的劫，王一剑是站到对面，他躺赢了，所以他不甘心，把那个劫打得哭了，打得好崩溃吧，他打的。是的，我是在赶紧下，是蛮好的。要把我大大的脸遮起来，免得把你们吓跑了，免得把你们吓跑了。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晋级钻三，今天能钻三就好了。在安文尼亚，然后你们那个关注和那个关注和鱼丸走一走哈。这全部放下来吗？战争之王，我上单其他不会，我操，要不要这样？恭喜你的大哥，我的大道早已饥渴难耐了。哎，只能这样讲了，希望他们。人马打野一样。其实我喜欢玩狐狸，想玩狐狸，但是我玩不来。狐狸这东西操作太那什么了，小学生英雄又粗鲁啊，又简单，简单粗暴，对的，我就喜欢简单粗暴的。我不是一推就倒的，我推半天推不倒的女汉子。推半天推不下去，看一下，了解一下我，然后我那个游戏呢，微博，我以后就是我才刚玩《星际》，让你们了解我，接近我，好吗？啊，搜不到我微博，为什么？不会吧？我是新建的，我不会用微博，我第一个新建的叫。小米饭酱点，是的，我比较喜欢玩蛮王，但是其实我玩剑圣比玩蛮王还玩得好。
那个点好难弄，不会啊，你就想请小美有个淘宝店，进去以后里面有一个可以看到我和凡这个混蛋。现在给我说木有鱼丸，我要打谁呢？他是木有鱼丸，我316长59的生物，还是比他高，还是比我不是长沙人呐、啊。情侣的 ID 哦，有没有人有木有人要跟我改情侣的 ID， 送我一起是情侣 ID。 然后就是我感觉人家女孩子玩辅助啊，都有一个 IDC 疼她，有个 IDC 跟着她照顾她，听了之后她上头，我去你妈骂的跟什么似的，好惨啊，你们不知道女汉子的心酸，一路骂过来的，你们不懂，其实萌妹子比女汉子好多了，想想都就好了，想想就好了。谢谢小伙伴们的鱼丸，这个鱼丸刷的我比较开心，感谢你们的鱼丸，非常感谢，今天小伙伴们蛮给力哈。喜欢米饭的记得进群啊，不要忘了啊，不要忘了进群，米饭会经常在群里面跟小伙伴们互动。萌妹子跟汉子的区别就是，萌妹子一推就倒就软了，女汉子推半天推不倒，你还得可能被她给推了，很惨，所以一般人家都会嫌。萌妹子不会喜欢的，就是所有男孩子，就是所有男孩子的通病，都喜欢萌妹子。我也想一推就倒，你妈推不倒啊！今天好点没有？石头。